儿童节园游会不止吃吃喝喝，更邀请到萤火虫守护志工队设摊，打造户外保育大课堂。晚上会出来，然后会发亮。它的幼虫生活在水中，然后外形比较像那个瓢虫的幼虫吧。答对问题，免费获得一盆花。五常国小紧邻荣兴公园，社区志工长期耕耘基地富裕，七八年前开始把萤火虫保护带入校内课程，结合十年国教特色，意外和国际接轨。五常国小很积极在找，像京都、日本大阪地区，他们有些地方是有在布萤火虫的学校。对，那未来我们希望说在下半年度就可以最快展开一些国际交流的活动。那我们这个课程从1到6年级，我们在自然领域会有一个贯穿关于生态教育这样的一个课程。欢庆的同时，更从小带动关心居住的环境，让今年儿童节更具独特意义。大爱新闻消息记者李明华台北报道。